粉岭中心粉红枫铃木开花。昨日有网友分享枫铃木之讯，早几日去了也食白果，今日去看看真的开花了。今年不算太早也不太晚，早见过十二月尾，迟见二月，片子有小部开始开花，可观性欠奉。还要在天桥方向的另一边，不细心看真的发现不了。和盛开还是有些分别，可幸今日有阳光和蓝天，在树下还是有一定可观赏性。见有些含苞待放，也许过两日花更美。相信明天会更好。在地下向长华村方向望去，